好嘞，好，这个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九月份开学，学生是陆续来提着新课本甲作业簿。台北市有国小的学生在写这个作业簿的时阵，闻到怪怪的味，刷落来头就开始来晕，这是引起着家长的惊恐。有学校赶紧把课本来回收，啊，教育局接到家长的反应，嘛来做出着回应。请厂商哦提供他们这一次送印的时候 SGS 的检验证明啊，合格的检验证明，确保那个印制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有毒物质的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家长的反应呢，我们也是很即刻的呢，要把家长反应的簿册呢，现在另外再做一个送验的动作，然后来确保这个印刷出来的生字字簿呢是安全。红这个教材是国小的生字。书记这个作业簿，都惊这个有害的物质会伤到学生。教育局把国小一年的到六年的各版本拢总来送检验，等这个检验的结果出来，再过来做后续的公告，让家长来安心。